是怀良作曲，袁成还有庆康填词。庆康的填词，对，是我们这一班。那严立明应该就是新谣界的大姐大了。是，会不会是呢？应该是吧。算是啊。那个时候哈，当然呢，我想要说，其实黎明的歌曲唱到现在，想不想听多一点，就要用掌声来，大一点嘛，再大一点，尖叫一点点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真的会晕呢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不够啊，因为啊，就大姐大之外呢，我们还要配大哥大。我们请巫启杰一起出来好不好？好。哇，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，巫启杰会跟严立明同台演出、啊。对啊，有什么歌曲可以合唱的呢？合唱的。啊？哇！你们好厉害啊！这么清楚啊！对对。其实这首歌曲呢，在最近我们972的最爱歌谣榜当中呢，也蝉联榜首，可见这首歌曲呢是本地的一些支持新谣，曾经支持新谣的朋友呢，到现在还是那么喜欢的一首歌曲。会唱吗，黎明？好像有练过了。有练过哈、啊，可以哈、啊。邂逅谁不会唱呢？启贤有什么样的话说？被邂逅到了20年的今天。谁说的？对，他刚才说。他说的时候，他的唇还在颤抖。他说：“搞不好等一下唱了一半又要。对”我刚才在后台说，上来什么歌都可以唱，就是不能唱那一段日子。我还问他要不要我带帮他带 T 恤呢。嗯，你有肩膀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今天没带来，留在香港。好了，让我们欢迎巫启贤还有严立明带来这首《邂逅》，掌声要大一点哦。哎。其实每在台上，我们一坐这种高脚椅的时候，就会很害怕，不知道谁设计的这个椅子。你放心啦，你摔下去我会拉得住，但是你再生两个小孩我就拉不住了。 OK， 好，唱歌吧。好好，废话少说。我说啊。你说什么？就唱吧。歌词怎么唱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忘词，他们就接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好。
都出了小说。可雨一飘荡入我浮世，情或深有你一许，邂逅你中夜的心眸，颤抖我天边如梦，等不倦有美丽的神话，莫非已降临之刹那，莫忘掌控我深深愿刹那化永恒绵羊，更不倦用美丽的神话，莫非已降临之刹那，莫忘掌控我深深祈祷，愿刹那化永恒绵羊，化永恒绵羊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邂逅。这时候节目来到了尾声了。是，那这。